为什么要选？30岁的你咋来的呢？我来接你来了，要不一会儿你爸也打车回去吗？啊，这我媳妇儿。胡说八道，那跟他一样吗？不马上就试了吗？好看吗？好看。你们还喝吗？我俩寻思再喝一会儿。不喝也行，别走啊。那你不能生气了吧？你把这给我拿走，快点吧。干啥去？我俩都喝挺多了，再喝喝不了了。喝不了都。喝不了就退了，就着急让妈喝。又干啥去了？我上车里拿烟去了，喝酒肺炎。不是他不抽烟，你不抽烟吗？对，他打小就不抽。烦人这么好看呢？哎，喝不喝了你？喝呗，来。你瞅啥呢？喝来，还瞅望眼珠挖了。还喝吗？你看他这样，还能喝了吗？没事吧他？没事，总这样。我送你回家。不。你不难受啊？完了，那我瞅你俩更难受。那我俩走了。你再等我一会儿啊，我去把账买一下。买完了。啥时候买的？刚才拿酒的时候啊。哎呀妈！喝好了吗？我都喝多了，有点难受吧？还行。那可快回家。我知道你俩挺长时间没见了，那洗澡唱歌干啥不行？非得都在这喝酒，喝的都那么难受。哎，我叙叙旧。你下次要再想喝，我陪你喝，咱俩叙旧。你能喝过我吗？喝不过你，我还不会醉了。你醉我可不管你啊。那我管你。你等我一会儿啊。不领着你，你不会走了。